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烈。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展览策划设计总负责人。世园会中国馆的设计理念呢，就是生生不息，锦绣中华。我们整个馆呢，就是体现了我们当下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，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的生态文明，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，以及我们当下能从古人当中汲取的这个智慧，我们也希望在这里面能够得到表现。